续，中义续非，导结义十一，第一章之概要一，第二章心所之概要五十七，第三项之概要九十九，第四章心路过程之概要一百三十一，第五章离心路过程之概要一百七十七，第六章色之概要两百二十九，第七章类别之概要两百五十九，第八元之概要两百八十九，九章业处之概要三百二十五，附录一三百六十五，附录三百六十九，三百七十一，回首页，回首页，回首音编序。这一版包含楼陀我尊者所着的阿毗达摩教 Abhidhammasangaha 的巴利原文。翻译及注读说明，在所有的部佛国家里，阿毗达摩概要是修学阿毗达摩之主要入门书。开始修那拉达长老分 Mahasarada 所译的阿毗达摩概以神的事。如今在诸吉将父子时，他已蜕变成另一本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其书名基本上还相同。保留原名的原之一事，是为了保留与其前身的相续关系；另一个原因纯粹是因为阿毗达摩概 Manual of Abhidhamma 是对该书巴利利原名最恰当的音译，直译巴利原名是包含阿毗法的概要，在此为原名加上全，以示此书所及的范围已比其前身更为于简要的说明此书的演变过程。虽然那拉老所意的阿毗达摩概要已经历了而且几十年以来都广为初学阿毗达摩者才入门书，但很明显的此书在书籍编排两都需要重新改善，所以于1988年秒在书已经急需重印时，本人联络了住在英国伯罕的叶瓦达摩老芬 Urivatadama 敬请他修订第四说明，本人也提增添他认为对认真学习阿毗达摩者有注意的更详说明。我特别邀请瓦达摩长老协助任务，因为他具足了含有的各方面条件，他在就阿毗达论成果着著的电视或传统的训练，他本身编辑了阿毗达摩概要及其主要著书阿毗达摩译广 Svipinotika， 他以印度文写了自己该概的著书及他精通英文。当列瓦达摩长老在英国及其修订老师，我则在斯里兰卡着手整校那拉达长老对该概的音。在对照几版的巴利原文及其注之下，本人对那拉老所采用的巴利底版及其音译做了一些更
在修订该音译时，我的目的并不只改正一些小错误，而是也注重保持巴利术语的音译有高度一贯性及准确性。为了于参照至周 Benamoli 所译的清净本英文版，采用了许多该书里所用的音译术语，但使我保留了那拉达长老用语，使我的采用其他音译。大要的编辑工作将近结束时，我才接到哈马拉瓦沙法师粉 Hamalawa Saudatisa 所编巴利协出版的最新版阿皮达摩概要，但这已太迟，无法采用它的解码以利于对照。准备一版最具挑战性的是编辑说明。在开始编辑工作时，我们亦是仅保留那拉达长老所写的原注解，而必要时才做更改及加入新的资料。然而在进行编作不久之后，较大幅度更要性已很明显。为了对阿皮概要里的主要法功更精确及详细的说明，列瓦达摩长老及本人不得不一再参考该概要最主要的两书，但吉祥智者尊者 Akariya Sumangalasama 斯里兰卡十二世纪末的摩译广释 Abhidhamotsa Vipavanotika 及缅甸列迪长老 Ladida 者的进登著 Paramasada Panotika 1897年出版。著读说明里的许调及摘自两部著书，如众阿毗达摩学者所熟知，这两书时常持有不同的见解。列迪长老的注解对阿毗达摩往事时常做出批评性的。由于我们的目的是阐明阿毗论里的基本法义，不是为了争辩，所以把重点放在这两部著书的共同点及具有辅之。一般上我们尽量避免分裂他们的证，但当他们不同的见解看来很吸引人时，我们则容不同的都列了出来。我们也采用清净道论的许多资料，尤其是该含了具有阿毗达摩风格的会的品 Abhidhamma 第十四至十七章。从这集的说明资料，我们尝试不对阿达摩概要的详细说明，以便能够协助新学阿达摩者掌握错综复杂阿毗达摩论，而又能够对资深的阿达摩学者起激励及启发的作用。编排注读的方式是依照上座部佛教传著作论著的方式，此避免了采用自己个人的见解，也避免了与现代哲学及心比较。虽然这种比照的学问固有价值，但我们认为在呈现上座部正统学者所持的阿毗达摩法时，他们被除外。此书的整体架构是依照典型的著方式，每一段阿毗达摩概要
的巴利原文为史，接下来是其译文，然后即是原文描述语及概念做出说明。采取这种方式是必要的，因为该概要只列出及阿毗达摩论大纲，设了有导师会为学生解释那纲，若自读则会令者徘徊在其奥义之外。导读译也是列瓦达达摩长老及本人合作，便不单只对读者介绍阿毗达要，同时也更广泛的介绍整部阿毗达摩论。在准备此书的最后阶段，我庆幸能够得到另一位缅甸阿毗达摩学希拉南法师粉U Silanda 许采用他为他的美国学生所备的阿毗达摩图表，这些图表简明的把许浓缩起来，肯定对掌阿毗达摩要义方面有很大帮助。收录在本书附录有关心与心所的圣度的表，也是希拉南达法师的功劳。在结束此序前，本人负责对协助完成此书致谢，这是一项令人感到愉快的任务。列瓦达摩老很感谢协助他编辑此书的 Fryba Mar MarwinPeter Kelly, Jill Robinson, Yuka Saruna, Bodhi, and Mati. 人则很感谢列瓦达达摩长老能够在百忙中抽写修订资料，也很感谢协助他编写的那卷。与本国本人很感谢 Ilanianas 及准确的把阿毗达摩概要的巴利原文及重编的音译输入电脑，谢 Savithri Chandrarodni 也很准确的说明的手稿输入电脑，也感谢 Ilavla 对该著说明的草稿提出极有用的建议，使到本书获得显著的改善。最后本人谢希拉南达法师慈悲允许我们在这一版里采用他那些极具价值的图表。普比丘 Bhikkhu Bodhi 1992年8月肯德斯里兰卡。回首页中一序，敬礼中为媒介与修学上座，不止观禅者明显的增加，而在止与观两种禅法当中，阿毗的知识修学后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敬于此一出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希望有助华文流的读者减少在修学观禅时的障碍，也希望望有助于正法，助于是更长远的让众生获得智力的熏陶。佛法肯定不只是理论而已，而阿毗达摩是指谈兵的某某世间学。从以下书圣著对佛学的观点，我们即可窥此学目的所在。在此应当思虑对三藏的三种学度，如捉舍者的学习态度，解脱学习，以及如财政的学习态度，当恼怒他人等而地获
学问就有如在捉蛇。关于这点，佛陀道：比丘，有如一位想要捉蛇的人会四处寻找蛇，当看到一条大蛇时，他捉住的身体或而该蛇即回头来咬他的手臂或身体任何或大小的部位，他即因此而死，遭受半死活的痛楚。和朱比丘，这是因为他捉蛇捉错了。是朱比丘与宗教有些异无处的是当地学习诸部教理，学了教理之后，他并没有理智的探讨意，也领会该教义，所学到的教理并没给他们智慧。这些人学习教的目的是为了怒他人，或为了使自己免除他人的批评或指责。对于善行者学习的任何法，亦无是处者都无法体验，而这些不学的教理会带给他们伤害以及的痛。为什么呢？朱丘，这是为那些教理是以不正确的态度学得。然有人为了成就戒学等，不是为了恼怒他人，而是为了解脱，因此适当地学的教理。关于种学问，佛陀说道：学的教理会带来利益以及长久的快乐。为什么呢？朱比丘，这是因那些教理是以正确的态度学的。最后对诸蕴已有透彻见，已断除一切烦恼，已通达阿罗汉果，证悟灭谛及灭诸漏的圣者，学习教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保存传统以及正法的传承，即是财政的学习态度。书是注八页二至二四音页二九至三零。由此可知，佛学是去向出世间的解脱学。把佛学为错捉蛇学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佛法殊胜之故，虽然无知的捉蛇者只能说不练，但由于佛学的优越，不久他们就会获得《奋甲虫经》里所提到的三敌可通习、利养、崇敬与名誉。朱比丘讲，崇敬名誉是极为可怕的，是这解脱束缚而达到至上安全处极强的障碍。又有如一只吃的甲虫，满身是粪，满肚子也是粪，站在一大堆的粪前，鄙视其他甲虫道：只吃充满了粪，满肚子也是粪，在我面前也有一大堆的粪。这受到利养与名誉，其丘鄙视其他良善的比丘，但这将会为那腐败的人带来极长久的恶难语。朱比丘，这显示了利养、崇敬与名誉上的可怕，是正的解脱束缚而达到至上安强的爱。所以朱比丘，你们当如此训练自己，无论我们得到了什么利养、崇敬与名誉，我们都会舍弃它，以免它淹没了我们的心。相应不因缘品利养相应，
奋甲崇经。如我们是虔诚的佛弟子，当日不会背不佛陀的话，而硬是要做奋甲虫的。然而没有受到明文力养的腐蚀，佛弟是必须不断的提醒自不可只是满足于己清净的戒行与满脑袋的佛学知，因为只要是还没有亲身证圣地，他还只是各位管牛牧牛者。即使他背诵了许多经典，并不依法实行，这带过的人有如牧童在树别人的牛，没得分享上门生的利益。小布法句经记十九，彼此是因为有戒行，或多闻，或禅定，或读，或自知，我得想凡夫享受不到的离乐而感到满足，而不灭尽烦恼，即证阿罗汉道果。小法句经记二七一二七二，真自爱的人当然不想要做个愚蠢的拙舌，也不会想要做只粪甲虫或做个牧童。所以如果还没有完全解脱，学习的正确目的应当是为了解脱。为什么要解脱？对于这点，佛陀在以给予答案。以下是其一部解说生死轮回之恶难的《泪水经》。于神父敬诸比丘，这回是无始的为无明蒙蔽为可爱束缚的诸有情的轮回起点是不可知的。诸比丘们认为如何是那一的比丘，是在这漫长的轮回里来去去，而与厌恶者相会及与亲爱者别离时所而积下的泪水比较多，还是四大洋之水较多？世尊，依我们从书所接受到的教导，在漫长的轮回里来来去去，而与厌恶者相会及与亲爱者别离时所而积下的泪水比四大洋之水还多。说得好，说得好，比丘，你们已善于接受所给予的教导，的是在这漫长的轮回长久以来，你们都在为金母子女之死而伤痛，也为失去财富及患上疾病而伤痛，而在这漫长的旅途里痛与厌恶者相会及与亲爱者别离时，你们痛哭泪流之水确实已比四大之水来为什么呢？诸比丘，这轮回是为无明蒙蔽为可爱束缚的诸有情的轮回起点是不可知的。所以诸比丘长以来都在受尽折磨与难，把坟场给填满了，的确长得足以令你们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久得足以令你们舍离一切以获取相应不因缘品无始轮回相应泪水经。如果我们真爱护己，应当为自己的解脱而努力。如果我们真的爱护他人，我们也应当为自己的解脱而努力，为执
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引导他人之解脱，才是真正的爱护他们。在《礼者经》里提及了爱护自己的人如何护自己。思逆向世尊说：“世尊，在我们修习时，我在想，谁爱惜自己，谁不爱惜自己？”世尊，当时我这么造身于意恶行的人，是不爱惜自己。即使他们说我爱惜自己，但并不爱惜自己，是什么缘故？因为自己所做的是怨恨者对敌人所做的，所以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然而，修身与意善行的人，甚爱惜自己的人。即使他们说我不爱惜自己，他们还是爱惜自己。这是什么？因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是朋友对其友人所做的，所以他们是真正的爱惜自己。如是。是，陛下，的确如是。你所说的一我一再重复，即印证它是正确的。据祭品乔萨罗相应爱惜者经，希望都真正的爱惜自己，做个解脱力的学佛者，而并非只是一个学家。在此，亦应当做说明、解释、翻译情形。此书主要采用译音的方式，以便较顺畅，易读易懂。但在表达上，意义比直译会与原文较大的度，尤其是阿耨娄陀尊者的原文，辗转从巴利文译成。文后再译成中文，可想原著其中意在表达方面必定会找的差异。在因编辑界有了一句话，编辑的工作无止境的，即使只是一本书，编到死也编不完。所以在某个时候，我需说够了，肯定的，此中文译本是如此，而其英文版亦如此。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英文版有一些像是疏而至错误。译者在还未知道英文版变了之前，急于以改正，这么做并不会误导读者。关于脚，若没有注明是意案，那即是因案。注脚里所提到的阿毗达摩要义，缅甸的缅顶蒙博士 Dr. Manting Monday 所得的 Lens of the Atma， 在此译者仅以此书献给他尊敬的缅甸帕奥禅林的帕奥禅师本 Paroxe， 也感谢所有协助校稿及出版此书的人。最后，译者与他敬爱的母亲、长亲人、朋友、所有的读者及一介众生分享翻译此书的功德，也把此功德回向与已故父亲，愿他们的随喜成为他们早日解脱的助缘。愿大家在快乐，不再痛苦，不再笑，不再哭，不再生，不再死，不再
重负是为了不再重负，努力是为了不必努力，厌离是为了不再厌离，休是为了一切止息。佛法久住于世，译者寻法比丘。Dhamma Gavasaka 1999年3月，写于缅甸禅林。回首页导读别译。作为次基础的是部中世纪的教手册的阿毗达摩概要 Abhidhammasangaha。据说该部著作是由阿耨娄陀佐着，他是佛教博学者，但人们对他的事迹所知的则非常少，甚至连他在那一国春那一国是人的疑问。虽然对作者事迹所知不多，他所得的那一小本概要却已成为上座教最要及最具影响力的课本之一。在后约只有59章里，作者提供了佛教里最为深阿毗达摩论的基本概要。它是如此深收论藏的根本要义，把它整理为一个易于理解的方式，使其作成为三亚云亚上座部佛教国家修学毗达摩的标准入门书。在这些国家里，尤其修学毗达摩的风气盛的缅甸，阿毗达摩概要早已被视为一支打开佛法智慧大宝藏可缺的钥匙。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教法的主体即是魔藏 Abhidhammapitaka， 译作论藏。这是上座佛教所承认的巴利三藏圣典的其中一词，是权威性圣典。此是于佛陀入灭之后的早期印度举办的三次佛教圣典即时间。第一次圣典节日在佛陀入涅槃三个之后，由以大迦叶尊者为首的百比丘长老在王舍城 Rajagaha 举行。四节即是在佛陀入灭一百后在毗舍离 Vasali 举行。第三次节即是佛陀入灭两百后在巴达里布达 Bhattaputta 举行。这三次圣典节及所编的圣典是擦利文 Pali 来保存与传承。巴利文是古印度的中国现的印度东北部所用的一种语文。这些圣典被称为三 Tipitaka， 依藏是律藏，包含了比丘与比丘尼的戒条以及僧团运作的条规。第二藏上收集了佛陀在漫长的45年弘化期里在不同时候所给予的开示。第三藏则阿毗达摩或藏，包含了佛陀上等或特别的教法。论藏或达摩论有七部论、法句论、Dasangani、分别论、Vipaka、戒论、Dhatukasa、人设论、Paglapavati、世论、Pasavatsu、双论、Yomaka 及阿趣论、Patana。有别于诸经，这些论是生活的演说或讨论，而是极其精确极统的把佛法要义分门别类与诠释。
在上坛城里，论藏受到最高的崇敬，被视为是佛教圣典大的至上宝。举例而言，公元十世纪锡兰的国王武士Pavi 把整部《藏名》刻于金碟，而且更以石器在第一部论上。另一位十一世纪的锡罗王亚耶巴户 Jabahu 则有每天上朝之前必须先读一读《法句论》的习，而且亲自把该论译为锡兰文。若只是粗略的读，让人们可能会难以明白为何论藏如此受到尊崇。结论看起来像是只是学者们在玩弄不同别的佛教术语、名相，急需费神思考，而多烦闷重负之处。然而，在透彻的学习与醒思下，藏经尊崇的原因即自然辨出。在正统上座的观点，论藏所教的不是臆测的，也不是出自形而上学，而是看见生存的真实本质。只有以彻见诸法维系深奥的一面，才能施。由于它具有特征，上座部佛教是阿毗达摩是最能显示佛陀的一切之智 Sabbatthana 两种教法。伟大的佛教应尊者 Aparya Buddhasa 解释 Abhidhamma 上等法，音译阿毗达摩为超越法与别于 Dhammaka Dhammavisa， 其前词 Abhi 上等，音译阿毗的意义是显与卓越， Dhamma 法音译达摩在此是指金藏之教法。当说阿毗达摩超越金教时，那不是意味教有任何缺陷，或是因为阿毗达摩是开显在经里所无的深奥教义。事实经教与毗达摩两的都是以佛陀独特圣地教法作为根基，而且论藏中去下托的主要法义也都在诸经里提及。但两之间的差别在根本上是无关重要的，有的只是范围与教导的方式不同而已。为阿毗达摩提供了在诸经里所透彻与完整解释，觉尊者解释在类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只是分而已。但阿毗摩则是全面的以各种分类法把它们分门别类，有些是与经的相同，有些则是阿毗达摩独有。如是阿毗达摩的范围与对细节解释之复杂程度，它有别于经藏。他们之间的另一个主要也是在于教导的方法。经里的诸经是佛陀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对根器很大差异的听众因人而教得开，为了听众修行及通达圣地，采用种种方法以便听众能够理解其教法。他采用譬喻与隐喻，他交界窍与技，判断听众的倾向与能力，再调整其开示的以能够唤起他们良善的反应。这是经
法被形容为譬喻是或受到装饰的教法。Pariyaya de Maitsana 与相反，论藏世界的方式全面地解说诸究竟法，而完全没有受到装饰，这是为何阿毗达摩被为或没有受到装饰的教法 Nipariya de Maitsana 法的别致，使这两种教法里的用词有所不同。在诸经里，佛陀时常采用用语 Pharavacana 即世俗地 Sutisaka 即表达在究竟上并不但在世俗上并没有错的词汇。如是在诸经里，佛陀用了我、你、男人、女人、有人等词，就好像他们实存在之法。然而在论道里的用词则局限于究竟地 Paramathisaka 的角度上是实际词汇。如是在经教里为了便于而接受的世俗实体，则被分解至他们的究竟实即是无有为原生与无我的名词法。在提及这两种教法分别时，知那是依他们的特点而分，所以应把他们诠释为两全不同的教法。在某个程度，这两种教法是重叠的，所以在经藏里，我们可以到纯粹只是解说诸蕴、出界等的开示，即已跨入了阿毗达摩的范围。在论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整论、人师社论，是采用世俗的惯用语，即跨入了教的范围。阿毗达摩的特点，阿毗达摩其中的特点是很有系统的分别诸法，它采用了作为整个阿毗达摩结构的论母或分类表，在法卷一只就列出了论作为整个论藏的序文，其包括了100念二种属于论教专有的分类法，其中有念二三法分类法，即每一组都把诸法分别为三类的方法，其余的100种是二法类法。论母一个作用是作为依某些法则来理清错东复的诸法的指引。举例而言，类法中包括了善、不善、无记法、乐受相应、苦受相应、舍受相应法、果报业、非果非业三法等等。在二法分类法当中包括了因、非因二法、与因相应、与因不相应二法、有无为二法、世间、出世间二法等等。运用这些分类法，论母从各方面涵盖法阿达摩的第二个特点是把心相续流性的分为心的实之单位，而每一个单位涉及为实之目标的根本的心本身，以及一组织特别用的心所，也把一切的究竟法分别为四大类：心、心所、色与涅槃。首三种是有为法，是无为法。阿毗达摩的第三个特点是把诸经里段的种佛术语名相整理的有条理，
在诠释每一法时，阿毗达摩论把诸经里的同义词互相对照。举例而言，在诸烦恼当中，贪心所可以出为欲漏，欲生息、欲取、欲欲盖等，在诸觉知当中，会所可以出现为慧根、慧力，则法觉知道分。在如此对照联系之下，阿毗达摩示了在诸经里可能并没有明显的指出的种种术语之关系。在此处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属于论藏的论，发趣论所有。此论列出了24缘，显示了诸究竟法如何组成一个有的过程。属于之四缘，是在之前六部论占了主要篇幅的分的必要搭配。分析法把看来一个整体的事物分析至组成的最小单位，因而显示了任何可能会被视为我或实体物的空性。知法则把这些被分解至最小单位的诸连贯起来，显示了它们并非各不相关之法，而是多重互相依靠的关系。阿毗达摩的来源的正统传承认为论藏是自佛身，根据觉音尊所引用的大著书 Mahasaya 名为阿毗达摩的并不于地的范围，而是诸佛的为诸认为不单只是阿毗达精神源自佛陀，而且其论也是佛陀亲身所教的。书正一注述及佛陀在证悟后的第四个星期里，他面向西北坐在菩提附近的宝屋。该宝屋并非真的是用宝石所造，是世尊醒察七部《阿毗达摩论》。他从法句论起始顺次的醒察他们内容。当他醒察首六部论时，其没有光芒。然而醒察到八句论时，在开始醒察所愿等24缘时，其一切智肯于其获得了发挥的机会。就有如地米拉林加于 Team Virati Pingala， 只有在84000游许深的大海有充的空间遨游，同样的其业之智只有在发智论才找得到足够发挥的空间。在深以之智醒察那深奥之法时，自其身机射出蓝金红白橙及银色光，上部的正统传承认为论藏是由佛陀亲口所言语，以早期的敌对派说一切有 Sarvastivada 的观点不说一切有部本身也有阿毗达摩论，但与上座部的阿毗达摩有着相大的差异。根据说一切有部论藏说弟子所的，有好几部的作者更是在佛陀入灭之后好几代才出现的弟子。然而上座部认为除了在阿育时代由木须长老Moggaliputtisasa 所着详尽的反驳种邪见的释论之外，其后部都
佛陀亲口开示，阿利珠以古代口诵的传承畏惧，认为佛不是在人间向其弟子开示阿达摩论，而是向33天的众天神开示。根据这传承，就在即将进入七年的雨季，安居世尊去到33天坐在咒度树下的露白树上，以雨季3个月的时间向从10000个世界前来及诸天神开示阿毗达摩。他主要的听众是其已故及投身为天神的母亲摩诃摩夫人。佛陀选择在天示阿毗达摩，而在人间开示因是以便他能够在一次的开示里从头至尾讲整部阿毗达摩论。由于完整的讲解部阿毗达摩论必须3个月的时间，所以有天神与梵天才能毫不间断听完，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一坐即坐这么久。然而为了维持其色身，佛陀每天都会到人的北俱卢州波，脱完波后他就去阿耨池边用餐。法将设立每天都会去到那边听佛讲解他在天界所讲的概要。其实佛陀向他开示这立福以开示之法有这么多，如是其法则拥有不爱解智的上首弟子，就有如佛陀站在边以张开的手指出海洋。同样的，对于世尊以千百面所知法这立福，长老都能很清楚解。在从世尊入学的该法之后，舍利弗者在交给他的500位弟子，如是即成立了论藏的传承。七本对七部阿毗达论的概述将有助于略知阿达摩概要所浓的正点有多少。作为第一部的法句论是整个阿毗达摩的根源，其名可意为法之列举论，的确是极其广泛的编排了诸究竟法。该论以列论母始，而此论母则是整个阿的纲要。它的真正文分为4章。第一章心之升起占了整部开了论母里的第一种三法，即善、不善与无忌。这一组三法依道德的素质分析练一些，也即周全的一全是与心相应的诸心所。第二章色法继续分析法及分别了种不同的色法，名为总结的章及其精简的解释了所有阿摩及经教论母里的术语。作为结论的最后一章纲领则更精简是阿毗达摩母，但省略了经教论母。分别论18章，每一章都有各自题，这些论题的次序是运、处、界、地、根、缘起、念处、行、成就之法、觉知、八圣道分、禅那、无量解学、无碍解智、智之种类、小事及法之心。虽然并不是全部这些章
当多数分为三部分，经分别法、论分别法及将论母的分类法应于所讨论的课的问答。整部戒论是问答的方式编排，它运与戒讨论一切法，以便确定它们是否被归纳于任何一种分类，以及是否与它们应。人师社论是论葬礼为较为接近教方式，而不是论教的方式的论点。分以大略的列举概念法的种类为始，论正式的是了各种不同的人。他有十章，第一章解释归纳为一种的人，第二章解释成双的人，第三章解释三种义的人等等。接下来是由木间莲子弟须老所的属于辩论的释论，他是在佛陀入盘218年之后，在阿育王朝代时所编，以辩国非上座部教所持的一端邪说。诸著书把他纳入圣典的原因为佛陀本身已预见那些异端见必在未来产生，所以早已列下了反驳说的要点，而目犍连子弟须长老只是依佛陀原意填入罢了。双论的目的是解除诸著与含糊经以及诠释其正确用法，此论因其所采用之法而得其名。因为从始至终都列出很对的问题的方式讨论，例而言，第一对的问题是如此：是否一切的善都具善因？是否一切的善因是善法？此论分为十章，因、运、处、戒、地、前在相、随眠、法与根。发趣论应是论葬礼最为重要，所在传统上把它称为大论 Mahapurana。对于这一部在所涉及的范围与面积且深的发趣论，在第四圣典结集以免文字体记录它的五大册共有2500页。发趣论的目的是用于阿毗达摩论母里所列出的一切。此论的主体分为四大部分：一正面发趣，一反面趣，正反发，一发趣。它们每一部分又可分为六个部分：三法发趣、二法趣、三法趣、三法二法发趣、三法发趣、二法二法发趣。在这24个部分里，都可能性把24元顺次的应用于戒法。上座部的正统传承是此论为佛陀的一戒之加名证。著书由觉因尊者依在著书的阿毗达摩著有三部：注解《法句论》的书译著 Asasalina。注解分别论的迷霄 Samahinodarni 及注解其他五部论的五书 Papkape Corona Vasekasa 也是由觉因者所编的，清净同样是属于这一层次的著作。清净道论是不禅修手册大全，
其中的会第十四至十七章举出了在修观禅之需掌握的佛学，而这些是一部浓缩后的阿毗达摩论。上述的每一部著书有各在注释，即由锡兰阿难陀尊者 Akhariya Oman 所的根本书抄 Mulatika， 而在注释又有其在注释，即南陀尊者的弟子护法尊者 Mopra 所着的随书抄 Anutika。当分别这尊者与为注解觉因尊者的著作的护法尊者，虽那些著书是由觉因尊者所编，但却非他是他们的原作者，也不可以为在常是注解所传承下来资料。事实上，觉因尊地位于阿努拉塔布恩诺Raudapura 的大寺 Vihara 所提供的诸多著书资料精细编辑而成，那些书资料在觉因者出现好的世纪之前即已存在，是许多代博学的佛教论师注解论藏的努力成果。由于大部分都需要注释才能完整的理解，所以若是大部分的注书资料在接的时代即已存在，而后再与随后发展出来的注释即流传下来，也不无道理。阿毗达摩概要，由于论藏本身已非常大，让其注书抄更是复杂的令人难学习与理解，所以在上座部佛教的某个发展阶段，肯定有人感到有必要编一部能够反映整论藏的精确概要，以便研读论藏的沙能够正确与透彻掌握它的基本要义。为了补足这需要，大约在五世纪至世纪间陆续的出现了九部阿毗达摩手册。以阿毗达摩概要 Abhidhammasamgha 作者是阿耨娄陀尊者。二名色分别论 Namara Parikshita 作者。三究竟抉择论 Paramasa Bia 同一作者。四入毗达摩论 Abhidhammacara 其作者是和觉因尊者同时代的佛说尊者 Akhariya Buddha。五色的分别论Ruparaka Vipaka 同一。六要略论 Sika Sanka 作者护法尊者 Badanta Dhammapala 可能是锡兰人，但与大书抄论师不是同人。七断痴论 MohaVikidani 作之迦叶者 Badantakasapa 南印度人或锡兰人。八曼论 Kima Pakharana 作者是开曼尊者 Badantakim 锡兰人。九名论 NamarupaDipaka 作的是萨摩乔地波罗尊者 Badantatham Jyotipala 缅甸人。其中
从大约十纪至今日最广为人研读是阿毗达摩概要。他如此广受欢迎，是因为他在精简与周全两方面有极度的平衡。阿毗达摩的一切要义皆被新与精简的编入极短的篇幅里，虽然简短，诗字读者难以分明其意，然在一位名师的指导或在著说明协助之下，他能令读者充满自信地掌握整部论藏之。基于这原因，阿毗达摩要上座部佛教界里常采用为学习阿毗达摩的第一本课本，在寺里，尤其是在殿沙弥与经学比丘必须再把阿毗达摩概要巴利版背得滚瓜烂熟之后，获得准许研阿毗达摩及其著书。作者阿耨娄陀尊者的生平并没有被详载下来，他被视为上述其他两部首的作者。据说他一共著作了九部，有这不得已流传至今。究竟觉得论是以极优雅的巴利文者成，是以比准的文学作品。根据其后话，或者是于南印度甘吉布拉州 Kapsapura 或 Kongji Evaram 的 Kari Kavari， 据佛受尊者与觉音尊者也住在同一区，书超论师护法尊者也很可能是出生在那一带。有证据显甘吉布拉州有好几世纪都是一重要的上座部佛教中心，而且有许多出自此佛学修前往锡兰深造。阿耨娄陀尊者就记住在即在作此概要并没有明确的记录。有一个古老传承认为他是佛受尊者的师弟，如此他则是第五世纪的人。根据这传承的说法，两位长老各自写了阿毗摩概要与阿毗达摩论，把他们献给他们的师父作为谢礼。而他们的师父说，佛受以珍宝装一间房，然后再把门锁上，阿耨陀也同样的以珍宝装满了一间房间，但保持房门开着。在阿毗摩概要的后，阿耨陀尊者注明了是在姆拉苏玛寺 Milasoma Vihara 著作此概要，而所有传承著述为该寺位于锡兰。阿毗达摩概要的书抄，由阿毗达摩概要及其精简，若无解释难以明白的。所以，为了阐明这部概要而生了许多书抄。事实以其他巴利圣典拥有更多部的注释，不单是译文著作的注释，也有以缅文、锡兰文等所著的注释。自从十五世纪以来，缅迪是研修阿毗达摩的国际性中心，所以材料的注释由缅甸学者以巴利文或缅书写。对于此概要，仅是以巴利文做的书抄已有十九部。以下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六部。一、阿毗达摩概要书抄 Abhidhamma Sangaha Tika， 也名为《
鼓注 Anaka， 是一部很小的书抄二世纪席兰的心理构觉尊者 Akarya Navavimuttasa。二阿皮摩意广释 Atthamotvipavanotika 游善吉祥智者 Akarya Sumangalasana 所者，他是二世著名的长老舍利子大者 Ariputta Mahasami 的弟子。这部书抄很快的超越了古著，而成为阿毗达摩最靠与靠的注释作品。其作者对阿毗达摩的博学极为受人敬佩。著这部时，他以更古老的随书抄清净大书抄 Visuddhimagga-mahataka 也称为一灯注 Padmasambhajasa 等书作为主要的根据。虽然列迪长老在他对阿毗摩概要不是理激烈的批评阿毗达摩亦广释，但声望非但没有受到损减，反而比以前更高。也有许多的缅甸学者为他辩护，反驳列迪长老对他的批评。三略书 Sankalpa Vanana 有16世纪缅甸比丘达摩乔地波罗尊者 Badanasadhamajapala 所者，他的另一个名称是却把长老 Chapada Mahasara。 四就进步 PamasaThe Panatika 由近代缅甸的著名学者列迪长老 Ladislofu 1846-1923 所者，其书抄在周阿毗达摩的圈子里激起了很大的回响，因他指阿毗达摩亦广释里有305项他认为是错误的，但他也激起了维护阿毗达摩亦广释的反应。五阿书 Anuradhika 由吴长老 Vimalasaya 所者，这部书抄是在就近登注15年后写成，支持广为人们接受的阿达摩亦是的观点，以及反驳列迪长老的评。六新提出 Avinatika 由近代印度学者法月古生皮 Dhananaga Kozambi 用天成字母 Anagari 写成，于1933年出版。阿毗达摩概要大纲。阿达摩概要有九章，他以列举心所色与涅槃四种究竟法为始，首章涵盖了对这四种究竟法的详解释。第一章是心之概要，全是与分别80或120一种。这一章涵盖的范围法聚论心之升起相同是不同而已。法聚论以分母的第一组三法为始，所以先依善不善与无息诸心，在于这些分类里依欲色无色界及出世间分诸心。反之阿毗达摩概要则先依戒分析诸心，后再
以品德的素质做第二层的分析。第二章是素质概要，便一切心法不善与美列举了所有的五十二所，然后再以两种方法分析诸心所相应。以心所作为分析的重点，探讨每一个心所与什么心相应，而舍利格和那以心作为分析的重点，探讨有那些心所能与每一心组成一体。这一章是以聚论的第一章的分析法为根据。第三章是杂相之概要，一因 Pichu 受非的 Anna 作用 Kika 门 Defara 所愿 Anna 与一处 Fath 把诸心与心所分门别类。首三章主要是在分诸心结构，相反的随后的两章是分析诸心活动的一面及它们发生的方式。根据阿毗达摩想种明显不同的呈现方式，活跃的过与被动的心流。第四章分析心路过程的性，第五章则分析心路过程的心流。此二大部分是以诸阿毗达摩著书为语。第一章是之概要，主要是以法聚论的第二章为根据，他列举了法方式，把它们分类及解释它们升起之源。他也详细的解释著书里所的种种句融在在不同生存的里发生的色聚。这一章以简要的解释第四种就位界即唯一的无位界涅槃。在第六章里，阿耨娄陀已完分析了四种究竟法，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必须解释，以便能够全面的认识阿毗达摩的即是最后三章的作用。第七章是类别之概要，一不善之概要，混合类别要，菩提分之要及一切之概要四个条目，以种种方式把相关的究竟法分门别类。这一章以分别论作为主句，而在某个程度上也以法论为句。第八至原之要，分析诸明法的法之间互相牵连的关系，是与分析究竟法互相配合的组织法。这一章简要的记载八正点所记载的种因缘法，其中之一是在诸经较显著的缘起法，它是从分别论的经分别与论分别两角度缘起。此法探讨导致不断轮回的诸因果。另一个方法是有关二十四缘八趣。这一章以简要的概念作为结尾。最后一章是业处之概要，作为清净道论的概要。他精简的探讨后者细致的一切业处，也简要的述及修行两种法的延展层次。他以解释四十八倍圣者果定业境定为结尾。阿毗达概要的编排方式像是在暗示阿伯的最
最终目的，一切分析名色法的知融入于禅修，而禅修的顶点是达到佛的最终目标，即通过不再着而得到解脱。Namo Tassa Bhagavato Sammasambuddhassa，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者，回首页，第一章，心之概要。Sen Gahavipaga， 结一赞颂 ，Futivakana， Sambuddham Achalam， Sdam Magnatam On， Abhivadiya Bhasin， AbhamOf faith in God。 礼敬独一无二正正觉者，圣妙正法僧伽已。我当说是阿毗达摩概要，含在阿毗达摩诸法彻。结义之著读说明。礼敬阿巴利亚，在巴利佛教体系里，弘法者以赞颂佛法僧三宝作为其著作的开端，已成种。三宝是一切寻求圣的最终依归，因此依扎统作咒楼陀尊者，怀着深深的敬意，以一首赞颂的偈作为其论著的开端。对当礼敬之事升起敬意是种善业，心生慈念者，因此得以在名流中种业。当他礼敬的对象是最当礼敬的三宝时，所造下的善业也是最为强强大。这累积在其心中的善业，有能力驱除他们修的障碍，以及协助他们获得圆成就。而且对于佛陀的弟子来说，能著作论书是一个培智慧波罗蜜帕巴帕班若波罗蜜的极其珍贵会。所以在开始其著作时，作者基于能获得此书圣的机缘而满怀喜悦的说，正等正觉者 Sammasambuddha， 佛陀称正等者，因为他已亲自圆满地觉了一切的本质及他们的特相、自相与共相。此名称表示无失的一切智。佛陀也称为独一无二Achala， 为他的素质与功德是没有任何友情能比得上的。虽阿罗汉也都拥有超凡的戒定种种功德，足以令他们解脱，但没有一人拥有佛陀无数无量的及如来的实质力中部经十二四性的中部十二大悲定无碍解道 I 一百六，一切之无碍解道 I 一百三十一。由此，佛陀在诸有情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如佛在经中说，诸比丘有一个人是独特、独一无二、无双、无比、无同等、无同级、无敌。人中至上，他是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者。增之不阿十斜线 I 二十二，圣妙法 Sattama 法或佛的教法，法有色层面及研究教理 Pariyatti 修行 Patipatti 行道体制 Pativatta研究教理，即是专究记载佛的教示正典，
经律论三藏。修行是指戒定三学，体制则是指通达出世间道与悟圣果。在他们当中，前者是后者的根基，研究教理修行的方针，修行则导向觉悟。此教法是基于真实与良善而称为道，为依循佛陀的教法而修，必定会去证悟至上书的涅槃，即圣僧家。Gona Yi 的意义是群体，在此作为僧僧家的同义词。僧家有两种，世俗僧家 Sanha 即已受具戒的丘比丘尼僧团，以及圣者僧家 Ariya Sangha 即是此诵偈所提到的僧家。圣僧家是佛陀的圣弟子弟，即已证入圣位的四双圣者，又可依据他们已达到须陀、入流、斯陀含、意含、阿那含、不含、阿罗汉的道或果，而为八倍圣者。我当是阿达摩盖要，此著作的称是 Abhimottasangaha， 直译为阿毗达摩盖要，记载于阿毗达摩论里的佛陀特别或显著 Abhi 音译阿的道法，跟音译达摩作者所说的我当说是 Bhisan， 是提醒我们应当谨记与背诵此书内容，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应用它们来分析究竟法、真实法、正义。节二四净法 Ketadapara Tadvat Abhidhamotha KeparamasatoSetam Ketasikpan Nibbanam Iisata。 此中叙述记载于佛诸法义，于究竟法共有四：心、心所、色、涅槃。节二之注读说明于究竟法，根据阿毗达摩第三卡真实有两种，世俗地 Samyutta 与究竟地 Paramita。 世俗地是指世俗的概念或观念 Vritti 和表达方式 Vahara， 包括组成世间还未到分析的种种现象，如友情、人、男女、人、动物，以及看似恒常不变的事物。于阿毗达摩论的观点，这些相并没有究竟实质，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实际上并不是不可分解法，它们的存在方式是概念不真实的，它们只是由心构想而成 Pari Kapana 的产物，并非基于其自然而存在的究竟法。反之，究竟法是基于它们各自的自性法而存在之法，皆法是最终存在而在分解的单位，由亲身体验时而知见的究竟法。此等存在之法不能再分解为了，而是以分析至最小最位
是组成种种错综复杂的线成分，由它们被称为就近法 Paramasa， 这名称是源于 Brahma 就近最上最终与 Asa 执法事物，不单只在理学方面，就近法是就近存实，在治理学方面，他们也是政治的就近目标，有如可以从芝麻提炼油，人可以自俗地当中提炼出就近地，例如友情、男和女人诸概念给人像是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拥有不可再解的实体。当我们以阿毗达摩的分析明智探究这些事物时，我们发现它们并没有概念所代表的究竟实质，而只是无常的明精神色物质过程所组成的现象。如运用智慧分析实力，最终我们将会达到藏在概念现象背后的究竟法。在阿毗达摩里法，即是这些超越心的想象而各自性法。虽然净法是实际上存在的实质，但由于它们非常微细深奥，所以缺乏训练的人无法觉知他们。这种人无法见究竟法，因为他们的受到究竟法包装成世俗现象概念所蒙蔽。唯有在运用如理作意 Yonasomsika 之下，人们才能超越概念，取究竟法为其致的目标。如是究竟法被形容于究竟智范围里的目标，共有四。在经教里，佛陀把有情魂分析为五种究竟法，即色、受、想、行、识、五蕴 Papkhika Kanta。 阿达摩论教诸究竟法则归纳四种类别，首三种心所与色的一切为法，因缘合而成之。经教里的五蕴将等于这三种究竟法，之蕴 Vipanna 在此列为心 Sita 四通，通常是用于代表基于其相心所可以分门别类的诸实。在论教方面，五蕴间三蕴受想行则被列入心 Ketasika 之内，心所与实同生俱生执行种种不同的作用。在阿毗达摩论所列出的五十二心所当中，受蕴想蕴各是一种心所，行运 Sankarika 则再分为五十之所，而色运则当然是等于阿毗达摩论里的二十八。除了这三种有位究竟法外，还有第四种究竟属于五位的究竟法，不是由于因缘而成之法，这不包括五蕴之内的究竟法，即是涅槃 Nibbana 脱离被法之苦而达至最终解脱之法。如在阿毗达摩论里一共有四种究竟法：心、色、涅槃。结三四种心 Ketubhita Asita Tava Ketubhita Hoti I
Kame Vakaram 二 Rupi Vakaram 三 Rupi Vakaram 四 Lokatrupsi A Titanion 当中先说心字种一欲界心二色界心三无色界心四出世间心结三支注读说明心阿摩盖要第一章专指解说心四究竟法的第一种先研究心是因为佛教分析究竟法中心点在于身体而心又是体验的主要因素是对目标所愿的实知City 是源自动词词根 City 认知直知朱文师以三方面诠释 City 造作的工具活动作为造作者实知之目标者 Aramanum Sinti Titan City 作为工具与心相应的心所通过而得以实之目标 Eternal Sinti Titan City 作为活动心纯粹只是实之的过程 Sintanum Tun City纯活动这项定义是三者之中最贴的诠释即心纯粹只是认知或是目标的过程除了实知的活动外它并没有一个属于作者或工具的实际个体提出作者与工具的定义是为了制某些人所取的我见认为有个实标的造作或工具的恒常不变的我见佛教学者指出这些定义是了并每一个我在实知的活动而只有心在实知此心即是实知活动而他解此必定是生灭的无常法对于阐释任何旧法他立论师建议采用这种鉴别法以区别之这四种鉴别法即是每个究竟法各自的相 like 它的特相二作用 rosa 亦作为它所执行的任务 kika 或所获得的成 sam pretty 三现起 pakut patana 它呈现于禅修者的体验的方式四静音 nona他直接依靠的境缘表一年一月八十有或一念一心欲界心五十四不善心十贪根心八天心二痴根心二五阴心十八不善果报七善报八无因为作三美心二十欲界善心八欲界果报心八欲界为作心八色界心十五色界善心五色界报心色界为心五无色界心十二色界善心四无色界果报心四无色界作心四出世间心八或四十道心四或二十果心四或二十
对于心，其特向是实之目标。其纵是作为诸星所的前导者 Pabanjuma， 因为他领导诸星也时常有人陪伴，其现起是呈现于禅修者眼里为一个去不断的过程 Santa， 其静音是色 Namarupa， 精神与物质因为能毫不依靠心所与色法的单独升起，诸心有多种呈现方式，同一各相是目标所愿。仅如此，阿毗陀论把它们分别为许多种类，即八十，或详细则成一百念一心。小一年一月，我们一般所认为的意识，实际上是连串大生灭的心，即迅速的相灭，以致我们不能察觉它们是个别不同的心。阿毗达摩论不单只把诸心别类，更重要的是呈现它们为一个紧互交织的整体。为了办到这点，他采用了一些重叠的分法。此章中所介绍种分类法是依照心之地 Bhumi， 心一共有首三个是世间的地、色地、无色的第四地是出生地，用以形容首三的八利文 Avakara 的意识，时常活动于或到访某境地之法，所到访的既是一界而名的生存的生命界，诸有情居住之地，即欲地、色地、无地。然而尽管心之三界与相的生的有一切的关系，但他们并非一而不二。心之的是用于把的心分类，生成地是诸有情投身及在当地过的生命界。然而心之界与生存的之间是有一定的期，个别的心之界包含了与其相的生存常有因，即时常升起于其生存的真界之心，并不是只可以出现于与其福的生存，而是能在其他生存的里生，例如色界心与界心也能够在欲的里生起，欲界心也能在色的与无色的里生起，但还是可到他们之间的固定关系，即界之心是特别常见于跟它拥有同一名称之和界的造业之心，善心或不善心都倾向于造业者的投身到与其相符的生存，如果成功导致投身，他们必定会令造业者只投身到该地而不会是其他地，由此心之界与生存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欲界心 Kamavarasita， 欲嘛，此字的意义包含一能欲，即可享受娱乐；二所欲，即颜色、声音、气味道、触觉五欲的对象。欲的 Kama Bhumi 是欲生存的，包括十一界即道人间与六欲界天。欲心包括一切主要出现于欲的之心，尽管他们也能够在其他的里
色界心 Rupa Vikara 色界心舍的 Rupa Bhumi 相关之心，或名为色禅 Rupa Channa 的禅那心，任常见于色之心即是属于色界心。一般上色禅是通过于色的法目标而得，如《辩》第九章节六，身体的不能等，色禅也即因此而得其。这些目标是培育禅那的基础，依靠这类目标而得广大心即称为色界心。无色界心 Arupa Vikara 无色心是与无色的 Arupa Bhumi 相关之心，或属于名为无色禅 Arupa Channa 禅那心。任何最常见于无色的之心是属于无色界心，在修习禅定已获得超越了无色禅时，禅修者必须弃除一切与法有关的目标，而专于无色法目标，如虚空等等。依靠这类目标而广大心即称为无色界心。出世间心 Lokasetta 出世间 Loka 这一词源自世间 Loka 与超越 Atara 世间概念具有三个层面，有形式 Sattva Loka 物质世间 Okasa Loka 刑法世间 Sankara Loka 九位名色体。与此有关的世间是形世间，即一切包括在五取蕴之内的世间法。超越有界的是无畏界，即涅槃而圆取即实之涅槃的心即出世间心。反之其他三种心欲界、色界、无色界则名为世间心 Lokiyasata。 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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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心可依界而分为四大类：欲界心、色界心、无色界心、出世间心。心亦可以其他原则而分类，其各在阿毗达摩论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原是性 J5。关于性，心可分为四类：善、果、为、作。不善 ，akusalaseta 是与善因吃或贪与吃或甜与香的心。这类心为不善，但是因为他们在人上健全，在道德上应受指责，即会带来痛苦的果报。善Zala Seta 则是与生无贪无甜或贪无甜无吃会相应的心。这类心在精神上是全的，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以会带来愉悦的果报。善与不善两者是业 Karma，源于业熟而起的心是果报心。这类人有别于前两种的第三种心，它包括善业与善业的报 Vipaka。 应明白此所业与果报两者皆是纯粹属于精神方面的，业是与善心或不善心相应思，其果报是其他体验轴之业的心。
根据本性的原则分类，第四种为作 Kriya 或 Kriya， 这类心非业非果报。它虽涉及心识活动，但此活动并没有造业，因此也就能产生果报。果报心与为作心两者皆非善非不善，反之他们被归列无忌或不定 abhyata， 亦即此心不由善与不善两面而定。五十四欲界心 Kama vikara satani， 十二不善心 Akusa satani， 结三根心 Lapanula satani Takatamon Kama vikara。以 somatas hagaTen the guitars and paintum as a become can。 二 somatas sahaga ten the guitars and paintum as a become can。 三 somatas sahaga ten the guitars the paintum as a carry come can。四 somatas sahaga tigata paintans of carry comican。 五 apek has or have them digitals them paintans of carry comican。 六 apek has have them digitals them paintans of carry comican。七 apek has or ten the gita of the painting as of carry cocken。 八 apek has or hag ten gita of the painting as of carry cocken。 Emonius apil of the sitas turning number当中属于欲界心的是什么？越具邪见相应无形一心。二，越具邪见有形一心。越具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四，越具邪见不相应有形一心。五，舍具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六，舍具邪见相应有形一心。七，舍具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八，舍具邪见不相应有形一心。这八心名为贪具，及之注读说明。不善心分析不善心时，阿毗达摩首先依最显著的根 Mula Hichu 把它们类此的三不善根是贪 Pat 甜 Dos 吃 Moha 根。阿毗达摩论，贪与甜是共存
的，他们能共痛一心。由此，以贪作为根的行为，贪跟心这类心共有；以田作为主根的心名为田跟心，这类心共两个。作为第三不善的吃根存在各不善心里，由此贪根与田根心也都作为潜在之根。即如此，在有些心里也有吃是不与贪停的，这类心共有两个，称为吃根心。表一年二月，贪根心Lobhavasami 分析三类不心时，阿毗达摩论以分析贪根心为，因为在提及不善根时都是提及贪。巴利文 Lobha 贪包括一不同度的贪，从此欲望或贪婪至及其维系的喜爱执着。依据三个针对的贪根心可分为八种。第一是视其相应的受 Vedana 是越受或舍受，第二是其心是否越相应，第三是视其心是有形或无形。从这三个因素所变化出来的共有八。越剧 Somatasis Hegata 巴利文来自于越与 Monas 意，因直译其意则是于越的意境。越一种专指心的乐受，一切心都与某种生应，而此受则可能是生或心的感受，是或受。越受是心的感受，不是身的感受，是乐不是苦或舍受。此受与这句行 Sahagata 是因它与心不分离的交织在一起，有如二合之水汇合之后融为一体而不能分别。阿毗达摩论解说说四种贪根心为越具，另外四种贪根心则是舍具 Apekas or Hagata。 在巴利圣典里 Apeka 一词常用代表殊胜心等心，即不会受到不平等或偏爱动摇的心。然而在此这一词纯粹用以代表舍离心向于愚或不乐的感受。舍受与感受目标两端的乐苦受相反，他以用的方式感受目标。由此舍受也称为不苦不乐受 Adhikamesukhavedha。 邪见相应Disagasampayuta 依受具或把贪根心分为两类之后，那些心可依据是否与邪见相应而再分类。巴利为见，除非向前坠词正 Samma 即使邪见 Maitra Disa 贪根根据行的邪见是不正确的深信性意见观念，这邪见可以心理论上的肯定，因而加强他的执着，或者这邪见已成为执着的对象。邪见与四种心相应，两个越具两个舍具，另外四种他心则则是邪见不相应 Vipayuta， 这种心贪在执行其作用时并没有受到邪见肯定。
无形或没受到怂恿 ，Asankarika。第三个分别贪心的，则是有没受到怂恿，具有多层面意的行 ，Sankara。这一词在此是专指怂恿、煽动、激起、pay yoga 或采某种方便或方法 ，upaya。这怂恿可以是来自他人或自己，可以是身与属意识的怂恿。当他人通身体行动激使我们某心，或进而依该心行之。该山即是属于身。当他采用命令或劝方法时，他即是属于雨。当通过思虑或意志压制内心的欲而刻意激种心时，他即是属于意。没有受到怂恿或以某种方法刺激自动的心，称为无形。有时用或以某种方法刺激而后升起的心称为行 ，Sankarika。对于贪根心，有四种心是无形或自动，另四是有形或有受到怂恿。节五，二田根心 ，Dosanulatani。Domotasis ahegatam patae sultan of caricomican 十 Domotasis ahegatam patae sultan sasaparicomican e m o n i d v e p i p a t i a s u n p e u t i s e t a n a m a 优具田会相应无形一心，优具田会相应有形一心。这两种名为田会相应心。表一年二月，不善心，跟相应无形有形，一贪月邪见相应无形，二贪月邪见有形，三贪月邪见不相应无形，四贪月邪见不相应有形，贪舍相应无形。六贪舍邪见相有形，七贪舍邪见不相应无形，八贪邪见相应有形，九田忧田会相应无形，十忧田会相应有形，十一持相应，十二者调举相应。节五之注读说明。田根心 Dosanulatani 阿毗达曼里所分析的第二种不善心是田根，此根是三不善根的第二根。此心共有种之间的差异，只在于无形不怂或有形受怂恿，根能与月或舍两受之一生的贪根心相反，田根只能与种感受同生，即优受。在真贪根心不一样的是，田根心并邪见相应的升起。虽然邪见能够鼓怒，但根据阿毗达摩论，邪见并与田会同时在同一心升起，而只能在同的时候后于不同的心理升起。又据 Domotasis Ahegata 与田根心的受受
巴利文 dosa 源自 do 与 monas 意指心的苦受，此受指与田根心俱行，而这类必定受俱行。由此，忧或心的苦受永远是不善的。于这方面，他跟在业上无界的苦受不同，也跟业上可以是善、不善或无际的乐受与舍受相比。田会相应 ，Pattasamutta 贪根的名以表心事与贪相应，然而在命言根心时，却用与田 dosa 同意的田会或厌恶台啊，不包括过了各程度的反感，从最强烈的暴至维系的烦躁，直译 Pattaya 田会物的意义是反击，显示他是心反抗排斥毁灭的态度。虽然忧与田时常相应俱行，但应明了他们之间相异的素质。忧 Somanasa 是体验不好的感受，田会 Pattaya 是误或烦躁的态度。对于五蕴，忧是属于受蕴 Vedananta， 而田会则属于 Sankarakanta。劫掠痴根心 Mohan Mula Sita 十 Apaso Hagatam Visikisam Putanikan 十二 Apaso Hagatam Adakisam Putanikan Imani Devi Imamuha Sitani Nama ICC Even Sathapidas Sakusala Sitani Samatani 舍俱宜相应一心，舍俱调举相应一心，这两种心名为纯粹涉及痴，如是总结所有十二不善心，结之注读说明，知根心 Mohanula Saturni 这最后一善心，包含了缺少贪甜而不善根的不善心，让于知会导致贪或甜也随之生。然而，尽管贪根和甜根心里也有痴，但其中的作用是次要的。相反，在最后两种不善心，痴是唯一的不善，因此他们被列为痴根心。由于痴作用于两种心特别注，他们也被形容为脆湿的心 Mohamuhasita 巴利文 Moham 纯粹涉及痴 Moham 痴的强调语。痴最为显著的心有种，其一相应另一者则语调举相舍句 Apakasagat 一时面对可喜愿目标，若升起的是痴根心，该目标的体验则不再是可喜，由此乐受也会升。同样的，当不可喜所愿被体验为可厌时，忧受也不会升起。再者，当心到疑惑或调举困扰时，他无对目
标下个正面或负面的判断，由此它不能与受或忧相应。基于这些与这两种新句型的受试者受 Apekhat 一相 Fisikikusampayuta 对于八 Fisikika 本师提出两个词觉的说明，一由于思绪杂困乱而的困惑，二缺少智慧解决问题。这两解释皆显示，以 Fisikika 是由于显著愚痴而致的困惑、怀疑、犹豫不决，与此一相应的心是一种更新。调举相应 Akusampayuta 调举是宁静、心散乱或烦躁，而受此调举扰的是第二种痴根心。根据阿毗调举心所存在所有十二种不心理第二章节十三，但在其他十一种心中，其力 Sati 相对的微弱，而其就属于次要。然而这最后一种的不善心理调成为最主要的因素，只有此心称调举相应。应注意这两种身心有无形有形的分别。对于这点，诸论师给予不同的解释是阿毗达摩译和清净道论的大书超认为无形与有形两者皆不适用于此，故而把它们略。这两论著说，由于此二心缺少自的敏锐力，所以不能称它们为无形或自动，亦由于没有在情况里刻意的激起它们，所以也不能称为有受到怂恿。然而列迪长老不赞同这观点，他认为此二心纯粹行的。他反驳道，既然此二心依其自性自然生起于诸有情，他们的生起无需通过任法或煽动，因此他们纯粹是无形的。这是为何在此并没有无形或有原因？不善心之结 Asadha Punyulani Dunyulani Cata Molyulani Cadv Titanion Fodas Akusala Cion贪根心有八，甜二痴二，如不善心，共有十种。节七之注读说明，对于八种贪根心，可通过下列的例子加以说明：一，被认为偷盗无罪的男孩，高兴与自动的从水果店偷了一粒苹果。二，一认为偷盗无罪的男孩在受到朋友后，高兴的从水果店偷一粒苹果。三年四月各第一和第二项相似，差异只在于该男孩并没持有任何邪见。五年八月这项与第一至第四类似，差异只在于该男偷盗时的心是平舍的。对于两种甜根心，可以列的例子加以说明。
九某位男在暴怒之下毫不犹豫地杀了另一人。十某位患的男人在思虑之后杀了另一人。对于两种吃根心，可以下列的例子加以说明。十一，由于之某人怀疑佛陀的证悟，或怀疑佛法对于导向涅槃有效。十二，由于散乱的心，某人无法专注和目标。十八，无因心。A had to carry。结八，七不善果报心。I use a love of pakasaitani. 一 ,Akasor hagatem kvipanam, tatha, soda, vipanam, 三 ,Gongne vipanam, 四 ,Ja vipanam, 五 ,Da, so hagatem kai vipanam, 六 ,Apakasor hagatem sampatichana, satan, 七 ,Apasor.Agatam Sanchiranasitapsi Titanion 一 Moni Sata Pakus Slava Pakusatani Namat 一眼识与舍二耳识三鼻识字舌识亦如是五身识古句型六领受与舍俱行，七不与舍俱行。此七心名为不善果报心。结之注读说明：无因 A hatu kusaitan 巴利文 A hatu kan 亦无根或无因，用以代表没有称为 hichu 根或因。心所得心一共有十八种，它们没有任何贪甜痴不善因根，也没有任何可善可无忌的无贪无痴三因每根。由于因是帮助心稳定度，所以无因心比有因心较弱。这类的十八心可分三组：不善果报心、不善意心、善果报心、善意熟心为作因。见表一年三月，善果报心 （accuser love of pakasaitani） 第一组无因心包含了七种不善业因，这心本身并非不善。在业力面它是无忌的 Abhikata 不善是指他们由不善业产生的果报，所以不善一词并形容皆心本身，而是形容产生他们的业。眼识 Kakuvipana 在不善果报和善组无因心理，他们两者的五种心是依靠眼、耳、鼻、舌、身五净色 Pausada 而起的五。这十种心总称为双五识 Divi Pavivipana。眼识靠眼净色 Kappa Pausada 而起。作用只是直接与立刻的看及时之眼，五十的其他四十也依靠个别定色而升起，它们的作用至纯粹时之各自的目标，即听声嗅气味肠胃感受触觉。对于不善果报心，其目标是不可喜的。而由于首四种目标色、声、香、味
对手四种近色的撞击力弱，所以受势弱。反之，对于不善果报身时，其木对生根的撞击力强，所以具名的受。Daka 领受心 Sampatichaseta 目标撞击五根门之一，例如颜色撞击眼根时，首先升起的是令转向该目标的转向性，随后升起的是看该颜色的眼时，这看的动作只维持一个心时刹那。紧接的是领受眼时刚看过之心，这即是领受心是由产生该眼时的同一个业所产生。推度心 Sanirnaseta， 这是另一个无报心，它紧随领受心之后生，作用是推度或减帮受到五十与领受心的目标。领受心与推度心在五门经路过程里升起，而且都是属于过去业的果报。结八善果报无因心 Kusala Vakahatu Kusetami 八 Apasor Hagatam Kukuvibanam Tatha 九 Vibanam 十 Gongnei Vibanam 十一 Ifei Vibanam 十二 Sukha Sahagatam Kai Vibanam 十三 Hek Hasor Hagatam Sampatichana Zetam 14 Somatasis Hagatam Sandirana Zetam 15 Apat Sahagatam Sandirana Zetam 18 Emoniasapai Kusalavapakahatuka Zetamot八眼识的句型九耳识鼻识舌识亦如是十二识与句型十三领受与舍句型十四推度与月句型十五推度者句型此八心名为善果报无因心之助读说明善果报无因心 Kulavapaka Ahatasatani 这八种心是善的果报在命名一组时 Ahatuka 一词被省略不提为一切不善果报心都是无因的根本就没有有的报心然而如随后可见，本章节十善果报心是可以有因的，即用于无际业的每因或每根。为了区别无因与有善果报心，在命名时用无因一词。这组的其中七种心与不善果相符。不善果报心因不可喜所愿而生起，反之善果报心的因可喜 ，itha 或即可喜 ，atha 所愿而生起。的首四心与前一的一样，同是舍句。然而，由于生根的目标的撞击力强，所以与果报实相。因的受是乐受 Sukha 在善果报无因心中包括了一个在不果报心里找不到相符的心此心即越具推度心由不善业产生的心永
者居的。反之，由善业称的退度心则有两种，一是对中等可喜所愿生者具退度心，另一个是对极可喜所生起的越具退度心。由此，与前一组种心一样，这组拥有八种心。结识三无因为作心 ，A had to pay curry attorney。16 OPEC has or had an impact for Venezuela system Tesla 17 Manovar Venezuela system 18 Somasa Sahagatam has to put the steps in Titania Imoniti Nipai had to pay curry attorney noICC, even sub as a pioneer a has to be submitted. 16, 舍具五门转向心 ,17, 转向心亦如是舍具 ,18, 月具阿罗汉生肖心。这三种名因为心。如是总结所有十八无因心，结识之注读说明：无因为作心 ，A to pay curious attorney， 剩余三种无因心并非果报心，他们是属于为作 curia， 以及只实行作用，而与业无关系。这种心病造业，不是业的果报。在诸为作心有三种是无因心，其余的是有因。见本章下文。五相心 ，upkaravahunasita， 当外在目标撞击五根门之外相符的五时，如眼时。升起之前，另一虚开心即是五门转向心，其用是转向 Avayana 呈现于五根门 Fara 的目标。此心并没有看、听、嗅、尝、触该目标，它纯粹只是转向该目标，以使五之意能随后升起。表一年三月，无因心，有心。一不善果报眼识，二舍识，三舍鼻识，四舍识，五苦身识，六舍领受，七灰度，八善果舍眼识，舍耳识。十舍十，十一舍舍十，十二十，十舍领受，十四月推度，十五是推度，十六为作者五门转向，十七舍一门转向，十八月少。一门转向心 ，Manovar 五门心路过程或一门心路过程，在这两种心路过程里，它实行个别不同。当它在五门心路过程里升起时，它称为决定心 ，Fatthapanosita， 其作是确定或解。五十之一纲十之的目标，在五门心路过程里，随推度心之后升起，在推度心察该目标之后，他再知。在一门心路过程里，
此心实行另一种作意，转向呈现于一门的目标。当他扮演的角色的时，则名为一门转向心。生肖心 has a to put the sita， 这是阿罗的心。阿罗包括佛陀与辟支佛，其用是致使阿罗汉对欲界的事物为心。根据阿毗达摩论，能令阿罗微笑的心有五种，即四个越剧欲界为作心。见本章节时以此提到的因生孝心。节十一，无因心之总结。三 ，Acusola Pacani Pa Bao Pacani Ha。Try it or need any titanium matheris aha。七不善果报，善果报有八。三为作心，如是无因共八。节十二，美心 so panace。Pay patu commoterni sobation and titanium care。E kunasathe sitani ah kono t pi fi a。除恶即无因，愚者皆称美。五十九，或说九十一。节十二之注读说明：美心 so panaceterni， 除了恶心即十二不善心与十八无因心，美心其余一切心。这类心称为美，是因为美心所相。见第二章五至节八。印来美 so pana 一比善啦，更为广泛。美心不单只包括一善心，也包括了拥有美心所的果报心与作心。后两类心并非善心，而如即而比爱卡塔，属于美心的有念欲界心以及一切色界心、无色界心、出世心，不包括在美心之内的则名为不美 asapana。 五十或九十十一，五九美心是四界心，十五色界心，十二界心，八出世间心。把八出世间分为四十种，成九十心。见本章节三十、三十一。自欲界美心 ，Kamakara。So panaceterni。 节十三，八欲界善心 kamavikara kusala saterni。 一 so matasis hagatamnes hayutun masafkari kamikan。 二 so matasis hagatamnes hayutun masafkari kamikan。三 somatasis hagtem bifipayutun asafkari omniken。 四 somatasis hagtem bifipayutun asafkari omniken。 五 apakhaso hagtem bifipayutun asafkari omniken。六 ，Apec has or had a template sentence. The self carry complicate. 七 ，Apec has or had a template sentence. The self carry complicate.
八 OPEC has or had them behaved in the South Korea conflict. Emonius Apahita Amevakara Kusala Saturni Nama 一月至相无形一心二月至相应有一心三月至至不相应行一心四月至至不相应有一心五舍俱至相应无形一心六舍俱至相应有形一心七舍俱至不相应无形一心八舍俱至不相应有形一心这八种名为有因欲界善因节十三之注读说明欲界善心 Mavakara Kusala Saturni 心依据三项相对的原则而分为八种第一则是该心具行的受有似与悦或心的乐受具行另四心则舍受或舍舍受具行第二是是其心有欲相应第三是是其心是无形或有形相应 Nason Peuta 至如实之见法 Yatha of Heaven 与至相应之心那是指被心所阿巴 Kadika 亦即是无痴因或无痴根至不相应的心缺少会心所但并没有只属于不善心的无名 Avihya 或痴 Moha 无形根据注释人们会自动自发的行善身心健全有良好的食物适合的气候等即由于在过去有造过类似的业前所本章节四怂恿可来自他人或自己身有因所有四种之相应善心都要善因四智不相应的只有无贪与无甜而没有知对于八种欲善心以下列的例子以说以某人愉快自动的行之心之至善也二某人在他人鼓动之下愉快行不施也悉那是善业三某人愉快自动的行不施但不知善业四某人在他人鼓动之下愉快的行不善不知那是善业五年八月应明白这四种洗手四种心类似差异只在于没有余的感受而是中舍的感受八种心称为善 Kusala 或福 Pava 因为他们只烦恼且带来善报凡夫 Pusa Jayuna与有学圣者 C 及下三个层次的圣者须陀环斯陀阿难造善身业善口业或基于欲
欲界的善心时，这些心即会生理。阿罗汉的行为都是属于无际，没有业，因而这些心不会在他们心中升起。结十四，八欲界果报心 ，Kavikaravikasatani。Somatasis Hagatempanayutun Asafkari Komikan 十二 ，somatasis hagavipayutun sasafkari komikan。十三 ，apakaso hagatempanapayutun asafkari komikan。十四 ，apakaso hagatempanapayutun sasafkari komikan。十五 ，Apec has or hagatem payutun asaf carry omikan。十六 ，Apec has or hagatem payutun asaf carry omikan。Imoniosapisahia, Mavakara, Fipakusaturninama。九月俱至相无形一心，十月俱至相应有形一心，十一月俱至不相应无形一心，十二月俱至不相应有形一心。十三者俱至相应无形一心，十四俱至相应有形一心，十五者俱至不相应无形一心，十六者俱至不相应有一心。这八种名为有因欲界果报心。结十四支注读说明：有因欲界果报心 ，Kaituka Kamavikara Eka Satani 欲界善心有八种，与善心相符报心有八种，此八欲界。借善心的果报，为了区别他们和善果报无因心，所以称之为有因。无因与有因的善果报是由同样八种善心所产生，但这两组心在各自的与作用方面则有差别。我们讨论心识的作用时，第三节至节十一就会更明了他们之间的不同。节十五，八欲界为作心 ，Kamakara Krisatani。十七 ，Somatasis Hagabane Sampayutu Asaf Kari Kamikan。十八 ，somatasis hagatempasam payutasaskari komikan。十九 ，somatasis hagatempavip payutasaskari komikan。二十 ，somatasis hagatempavip payutasaskari komikan。二十一 ，apakaso hagatempa pay
Luton SF Carry Communicant 22 OPEC has or had embassy pay Luton SF Carry Communicant 20 OPEC has or had a temporary pay Luton SF Carry Communicant24 OPEC has or had a temporary pay Luton SF Carry Communicant Emonia Pista Hituka, Kaume Kara, Xa Sitter Nina. ICC, Event South SIK is Pista Hituka, Kaume Kara, Kuzala, Fipaka, Cry Sitter Nisa Matani. 十七月巨制相应无形一星。十八月巨制相应有形一星。十九月巨制不相应无形一星。二十月巨制不相应有形一星。二十一舍巨制相应无形一星。二十二舍巨制相应有形一星。二十三舍巨制不相应无形一星。二十四舍巨制不相应有形一星。这八种名为阴郁界五座星，如是总结所念四郁界有阴星，善果报为座。结十五之图说明，也为金 ，Sahituka Kamavakara Fire Saturni。八欲界善心能升起于有学者，却不能升起于诸佛与阿罗汉，因为他们超越了业轮转与未来的轮回。反之，能在佛与阿罗中升起的是与该八星相符的八种为座星。Aya Sita 称为为座，是因为它们只起作用。而毫不留下任何业。由于诸佛与阿罗汉已彻底地根除了魔名和可爱及轮回之因，所以他们的绝不能产生未来的果报。那些心只是纯粹升起，执行其作用，而后毫无所消逝。节十六，欲界美星之总结。Sankara Padana Ketu Sati Sahitu Kamevakara Pabapakha Kriyamata 欲界有阴星，善果报为座。一受制分为十四。节十六之注读说明，欲金分为善果报为作三组，每一组依据受是月是舍至相应与否无形或有形的组合而分八种，如此总共有二十四种星，十二种是相应的是三阴星，其余十二种是二阴星。主星常个别称为大善星 Mahakusala 大果报星 Mahavipaka 大为作星 Mahakriya 对其前词大 Maha 的意义，诸论师则给予不同的解释。
节十七，欲界心之总结。Kantavasapabhanivedi Akadasakriyasitipaniyamkadupavasasavatha 一界果报二十三，善与不善共二十，为恶则有十一个，如是共有五十四。节十七之注读说明，戒心一共有五十四种，它们可以依据下列的方法分类：一、本质善；十二、善念三果报；七、不善果报；八、无因善果报；八、善果报；十一、为作三无。无因为作，八大为作，一受十月聚，三十二十聚，二忧聚，一乐聚，一苦聚，一与之或邪见相应，十六相应，六不相应，念而非应非不相应。行怂恿，十七无形，十七有形，二十非无非有形，即无因心与痴根心。关于教导阿毗达摩，传统的院教法鼓励学员只相功夫思考这些表，并熟悉谨记及要义。在研究诸心里包含的心所时，本书第二章或阿毗达门这些表就非常重要且实用。十五色界心 Rupa Vasatani 节十八五色界善心 Rupa Vakara Kusala Satani 一Vitaka Vikara Piti Suhajita Satan Patamuchana Kusala Satan 二 Vikara Piti Suhajita Satan Patamuchana Kusala Satan三 PTSUKH Akajita Hitan Hayachana Kusala Satan 四 SUKH Akajita Sahitan Ketupachana Kusalatan Apek Kajita Sahitan Papkamatana Kusala Sitap Ca Titanion Imoni Apka Pyrupakura Kusala Sitanin 一寻四喜乐一境性具含善心，二四喜乐一境性具地禅善心，三喜乐一境性具第三禅善心，四乐一境性具第四禅善心。五舍一境性具第五禅善心，这五种名为色界善心。节十九五色界果报心
Rupa Karavaka Kusaturni 一 Aka Vikara PTSUKH Aita Sahipatamuchana Vaka Satan 二 Vikara PTSUKH Akata Sahipatamuchana Vaka Satan 三 PTSUKH Akajita Sahitam Patajhana Vipakasatan 四 SUKH Akajita Sahitam K2Fajhana Vipakatan 五 Avak Ekajita Sahitan Paptamakana Vipakasitapsa Titanion Imani Papkapai Rupakura Vipakasitani Nam 64 喜乐一境性具诸禅道心。七四乐一境性具第二果报心。八喜乐一境性具第三禅果报心。九乐一境性具第四禅果报心。十舍一境性具第五禅果报心。这五种名为色界果报心。节二十五界为作心 Vikara Kshayasatani 一 Vitaka Vika PTSUKH Ajita Sahitan Patamuchana Ksai Satan 二 PTSUKH Ajita Sahitan Dutihana Ksai Satan 三 PTSUKH Akajita Sahitan Tatayana Ksayasat 四 SUKH Akajita Sahitan K2Vajana Ksayasatan 五 Apekajita Sahitan Papkamadana Ksisitapsa Titanion Imani Papkapirakura Ksisitani Nama ICC Vamsasapanarasa Rupavakura Kusala Vipaka Ksisitani Samatani 十一旬喜乐一境性具初禅作心十二四喜乐一境性具第二禅作心十三喜乐一境性具第三禅为心十四乐一境性具第四禅为心
十五舍，一进性聚地禅为坐心。这五种名为色界为坐心。如是总结所有十五色界心，善即为。节十八至二十之注读说明，戒心 ，Torah Eterni， 此戒之心包括一切活动于或属于色的 Rupa Puni 的心，在的并显的色法，而只有极其微细的色法。欲投是此戒，就必须证的禅那 Yhana 一周定中。获得的高等成就，常出现于此的之心，就这片在直上与该地有关联，而称为色界心。属于这类的心有十五种，五善道五恶。在今世证的禅那的凡夫与有圣者，能够体验色界戒善心，与那心福的果报心只能出现于头至色界半天。五为坐禅那心则只出现以证那的阿罗汉。诸论师巴利文亚沙提出不同的词根，其一意味念律，另一者招进诸禅那，因他们密切的念虑目标，亦因稍与定之法而其名。那些与定抗之即是五盖 Nivarana 欲欲，对欲乐的欲求，言恨成语言调举，散乱的心，恶作追尾疑。禅通过修习止禅 Samasabhavana 奢摩而证得，这种禅这即提升定 Samadhi， 通过把心专注于所选定的一目，一切心的困扰得以清除，皆已受到振服，心也完投入其目标之中。再结二至节念一回详述如培育定那心的目标，是称为四相 Patikaganamita 的心之影。此相是种概念，它由于一般上它是基于色法而产生，所以取此为目标的禅那属于色界。欲证的禅那的禅修者，可用基础变相 Zena 作为修定的目标，一个某种色的圆盘，然后把心专注于它的颜色，当定成熟时，与圆盘完全相似的影像即会升起，此相称为取相。Agahanamita 定力更深时，此性进化后而升起的相即是相，是禅那心源取的目标。戒善心，这类心具五禅而分五种心，每一禅都个别心。诸禅如此排列的原因有二：一，当人修定已证的禅那时，他们依该次序证的诸禅；二，此次说是诸禅。初禅善心，诸禅由其垂 Yhanga 的心所而得以分别，在每一禅心里的许多心所当中，即是这些称为的心所分的诸禅的不同，而且是他们令到心正安止
禅那。如下文所述，初禅有五支，四喜一净性。若要达到初禅，这五禅需达至平衡紧密的念虑目标及阻碍正入安止的五盖。寻 Vitakka 在经寻一词常不经的用以代表思考，但在阿毗达摩论里，它精确的代表把心投入或令它目标心所，犹如国王的亲信有能力带村民入寻，能够 把心投入目标里。对于修习禅定，寻的特别作用是对智昏沉灵盖四 Vikara 四一词通检查，然而在此则意味保持心继续专注于目标，寻视心与心所投向目标，四则是去专注于目标。诸提供了好些不同的比喻，因此二禅支之间的差别，寻如展开翅膀起飞的鸟，似有如张着翅膀在天空中滑翔的鸟，如头花朵的蜜蜂，似则有如在花朵上嗡嗡作响的蜜蜂，寻有如持着失去光泽的金属肘，似则有如是擦该盘之手。禅中的四暂时指一盖 Visakha 喜 BD 巴利文地喜自动词 Pinyaa 使清新，可即为喜欢或对目标有兴趣。诸论师把在定当升起的喜分为五个层次：小喜、刹那喜、流喜、上升喜、遍满喜。小喜能定体时，刹那喜有如闪电，流喜有如拍打滩的大浪般，一阵阵地流遍全身。上喜能够到身体升起，遍满喜则有如洪水满山洞般遍布全身。禅那之喜是最后一种喜，喜禅之至福田盖 Vipada 乐 Sukha， 此禅之的乐受他的月受 Somanasa， 不是与我报真实具形的受 Sukha， 此乐是脱离欲后身，以称为精神之乐或非俗之乐 Nuramuse Sukha。 对治与乱心与恶作 Adaya Kuksa。 虽然喜与关系常密切，他们是两个同的心所，喜属于行运 Sanarikanta， 乐则属于受运飞的呢 ，Kanta， 喜有备的旅人见到绿洲时所体验的欢喜，乐得有如该旅人冲凉饮水时的快乐。一境 Sajita， 直译词巴利文即是一 E K N， Agat 之境 T， 此所是。是所有五禅与定的主要分。一境性暂时制服欲欲，它是每定的必要素。一境性的作用是密的观察目标，这是禅那的特征。但它并不能独自的行其作用，它需要其他禅之
配合运作，各执行其用，寻把相应法投入目标，四则维持他们于目标，激起对目的欢喜乐，体验禅那之乐。第二，禅善心等等，通过主义的是叫禅知，即强定力以提升较维系的禅知，即能证的高层次的禅那。在经陀以四分法说是禅那，从出禅修第二禅时，同时弃除寻四两个禅知。入教里那则分为五个，即多个只寻而保存四的禅那。是论教的第二禅。在第三禅四亦被弃除，在第四禅的在即除喜，第五禅里舍受替代了乐受，由此首四禅与乐受相应。So, 第五的与舍受相应 Apekhasada。 经教色禅四分法含在各方面皆论教色禅五分法的出禅一致，然而经教的第二禅是通过同时弃除与四而证的，此之止于下喜乐一进行三禅之，即是教的第三禅。经教的第三禅有乐与两个禅之，第四禅有舍与一性两个禅之，此二禅各与论教的第四禅和第五禅相等。虽然诸经没有明确的说是禅那五分法，但给予暗示，这是指佛陀所说的三寻四两者相应之定，寻不相应四相应之，寻四两者皆不相应之定。M128现3:12，明显的定是禅那四分法与五分法两者里的初禅，第三种定是经教里的第二至第四禅，是论第三至第五禅。然而第二种定在经教本身里却没有明示，只有在论来说明明是五分法的第二禅。结念一，色界心之总结。Ha yihan hadanarupivakaramonasan Apakakakri apadatampakudai sadabaif。 依禅那而分，色界心有五，各善果报为所，则成一十五。结念一之注读说明：五禅皆生其为善心、果报心及作心，因而十五种。不论是善、果报还是皆一相同的禅之组合分类，一层次的禅心，一切色界心都与智相应，但由于智并非禅知，所以分类法里并没有提及。如一切色界心皆有三因：无贪、无甜、无痴。应注意到欲界善心和不善相反的色界心并没有有形与无形之分。 Sankarika Asankarika 对于无色界心和出世间无差别，这省略的原因是当禅者
在休息一阵的禅那道或果时，只要还依人或自己的激励，其心即还是于获得该成就。有形与无形之分只适用于修行阶段，但的禅那或道时，则不可能涉及怂恿或动。如是，由于有形禅那或有形出成就，是不可能在有形与无形之分，即不适用于这些。我们在此所达的见解，与人们普遍上的阿毗达摩义广释解不同。阿毗达摩义广释认为，由于一切禅那之成就都需要某种程度言行 Pabhai Sankara 初步的努力，所以禅那不可能称为无形，而只能称为有形。此看来并站不住脚，因为导向禅前不应被视为是与禅那心本身相应的怂恿。因此，尽管阿毗达摩义广释具微信，看来还是有形无形之分与高层的心无关为恰当。然列的长老可依圣典中所述的进程 Patipada 差异，分别禅那与出世间法有形或无形。法聚落到你法达至成就的进展分为种，一若只在极尽其力奋斗之下才能正服烦恼，那即是进展艰难 Dhapatipada 行道；二若轻易的正服烦恼，那即是尽轻易 Sukhapatipada 易行道。列敌长的见识展艰难者所证的禅心或出世间心与欲界的有心相符，反之进展轻易者所证的禅那心或出世则与心相符。然而尽管列敌长老的见解值得参考，依旧是以法聚论并有依据进展的差异分别禅心与世间心。二在聚论的种进展的篇章里，他并没此分别不同的禅那心世间心。因此看来，关于那心道心与果心，还把有形无形之分省略较为恰当。十二无色界心 ，Arupakarasetani。念二无色界善心 ，Arupakarakusalasetani。一卡塞纳卡纳 ，Kusalasetan。二法本纳巴汤 ，Kusalasetan。三不起阿悲 ，Altana Kusalasay。四 n a fei sabon a sabay alter Kusalasay tap c a titanion。一米卡里派尔法克拉 Kusalasay 的你那么。以空无边处善心，二十无边处善心，三无所有处善心，四非想非非想处善心。这四种名为无色界善心。
劫难。无色界果报经 ，Upivakaravikasatani， 五 akasapkaitan fakasatan， 六 fibanapkaitana fakasatan， 七 akinkabatana fakasatan。八 n a v s o b o n a s o b a o t a f a p a k a s a p c n e o n e m o n i k a t o r i p y r u p f a k a r f a p a s a t a n i n a m a 五空无边处果报心。六十无边处果报心。七无所有处果报心。八想非非想处果报心。这四种名为无色界果报心。结念四无色界为作心 ，arupa kriya satani， 九 anapkaitana kriya satan， 十 anapkaitana kriya satan， 十一 akinkabe kriya satan。十二 n a v s o b o n a s o b a n a try set up c a titanion e moni katori fat kara try seteni nama i c c even as a pipe for that summer fat kara kuzala fipaka Krisetani Samatani 九空无边处为作心，十无边处为作心，十一无所有处为作心，十二非想非非想处为作心。这四种名为无色界为作心，如是总结所有十二无色界心善果报作。结念二至念四之注读说明：无心 arupivakara kusala latani 切之。心属于无色的 arupapuni 无色的无色共有四层，其处完全超越色法，而只是下心与心所通过正的超越五色界的无禅 arupachana， 即能投至这四无色界天。五界共有十二心，正的无色的凡夫与有圣者所体验的四善心投身至无色界天时升起的四果报心，以及证的无色禅的阿罗汉所体验的四维作心。空无边处 Akasanapkaitana 第一个无空无边处禅，为了证得此禅，以熟练于遍处无色禅的禅修者，必须把遍处四相扩大至无边宇，然后以该处四相所占有的空间为空无边，空无边，直至去除了整个遍相。如此重负的专注，最终即会升起取无边空念。
Akapapati 为目标所愿的禅心。严格而言，空无边处是指作为第一个禅的目标的无边空间之念。在此的巴利文 Ayatana 处意为禅心的住处或住所。然而无边处本身也用以代表该禅那，实无边 Vipanapayatana 在此称为无边的是第一无色禅心。由于第一无禅心因边空间之变作为目标所愿，这表示变闷的取空间为目标的时也取了它的无边。若修习无色禅，禅修者就必须取空无边处禅心为目标，专注于该心为实无边，直至证入第二无色禅。无所有处 Abhayatana 当无色禅取空无边处禅心的不存在或所有为目标所愿，通过专精之不存在原取一无色禅心的不在或无所有之概念 Nithava Pavati 目标的第三无色禅心即会生非想处 and a face upon the bay autumn 第四意最后一个无色禅因不能说其有或无想而是名，在这种喜其想心 Sava 已变得极其维系而无法执行其想的作用，因此不能切实的说此心有，但想并非不存在而保留了 其残余之状，因此亦不能说它无想。在此虽然提及但应明白足经的 其余名法意案，除想之外还有一心念九心所，也都是极为细而无切的，它们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第四种无色禅取无所有处禅为结念五无色界心之总结。The Pabadanakadarupamanasan Pabapakakriapadatampunadvaldasaditan一所缘分别，四无色界心。分一善果为作，则成一十二。结念五之注读说明：一所目标分别，每个无色禅心的目标 Alambana 皆可分为两种：一心直接圆敲 Alambitabha。二应月的目标 Akamitabha， 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见表一年四月。无色禅与色禅几个方面有所不同，色禅取各不同的目标如不同的变相，而一个色禅则只愿取各自专取的目标。另诸色禅之间的差异在于各自所有禅之，即初禅有五禅之，第二禅有禅之等等。欲证的高层次的色禅的禅修者去专注于同一个目标，而从粗至细的逐一剔除之，直至证入第五禅。反之，从第五色禅进修第一无色禅，以及从无色至更上一层的禅，
都没有弃除缠枝，而是必须逐一的超越更维系的目标。所有的无色禅心都有同样的两个禅机者一境性。基于这点，有时四无色禅包括在第五禅之内。在心念不同的，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且源取不同的目标。然而在禅那方面，与它们有相同的二禅之，所以有毗达摩论师视他们为五禅。表一念曰：无色心，心直接远取的目标超越的目标。一空无边处禅心，空无边的概念，将的概念。二无边处禅心，空无边处。住禅心空无边的概念，三无所有处禅心不存在的概念，无边禅心，四非非非想处禅心无有处禅心不存在的概念，十色界与十二无色界心在体上总称为大心。Mahajitasita 即殊胜优越高尚之心，被他们脱离诸盖，且是清净升华精进。至此所讨论的八十一种心世间心 Lokasita， 因为他们是属于欲 Kamaloka色世间 Rupaloka 色世间 Arupaloka 三世间之心，八出世间心 Lokarasetani 结念六四出世间善心 Lokatara Kusalasetani 一 Pati Magasetan二少他的 Yama Magasita 三 Anagama Magasita 四 Arata Magasita Psa Titan 一 Mani Katari Pilokatara Kusala Sarnina宜须陀环道心，二所含道心，三那含道心，四阿罗汉道心。这四种名为出世间善心。念七四出世间果报心 Lokatara Vipassit 五 Sotapatti Fasit 六 Sakadagama Fasit 七 Anagama Fasit八 Arata Philosophia 一 Mani Katari Pilokatara Vipakasitani Iccevamsapasapasaloka Kusala Vipakasitani Samani五须陀环心，六斯陀含果心，阿那含果心，
八阿兰果星。这种名为出世间果报星，不是总结所有出世间善与果报星。结念八出世间星之总结。Katumagapadana ketadakulantasa Tomtasafalata titaniumat arumatan 依四道分别占星有四种，果报亦如是，故知八无上。结念六至念八之注读，出间心 Lokottara Saturni 出世间心是超阿Tara 由五曲运组成的世间 Loka 之心，此小象剥离生死轮回 Samsara 即证入涅槃 Nibbana 苦习，一共有八出世心，这些心属于证悟的各层次，一须陀洹流，二斯陀含，一含，三那含，不含，四阿罗汉。每层次皆有两种心，道心 Magga 心 Falasita。 一切出世间心愿取的目标都是无畏境界即涅槃，各自不同的作用而分别为心与果心。道心的至断除或永远的减诸烦恼，果心的作用则是体验相符的道所带来的某种程度解脱。道心是善心，果心则是果报心。每一道心皆只升起一次，且维持一心刹那，它不能重复的出现于已证悟该的心流里。相符的果心起初只随道后出现两三次，即只持两三个心刹那，但果心能够重复的升起，而且能在属于出世间定果定 Falasamadhi 当持续 的出现许多次。第四章结念二，第九章结四十二。诸道是通过修习观禅 Vipassana Bhavana 毗舍那而得，这种禅法涉及提升慧根，通过持续的观照明的法的生灭，禅修者得以知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实相。当这些观智完全成时，他们即会导致到心果心升起。见第九章结念二至四十四。须陀洹经 Sotali Magasita进入去向解脱的不退转之道是入流，而体验此道之心则名为入流心陀洹。流 Sota 音译须陀，即是报分正见、正思维、正语、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如恒河之水不断同洗马拉雅山流向海洋，出世圣道道分亦从正见之身起断的流向证悟涅槃。虽然道分也能在具备德行的世间善心中升起，但他们的结果却还未肯，因为被凡夫的性格还有可能会改变而是正法。但对于已达到入流的圣地，这些
到分的终点肯定必定会有如河水之巨象涅槃。须陀洹道经的用是断除首三劫业惑我见，二对三宝的怀疑，三者相信实行仪式能够去向解脱戒禁取，他也断除了一切强的足以导致投身于人道之及四恶道的贪甜痴，也永远的除了其他五心及与邪见相应的贪根心，以及与相应的痴根心。以正的入流者肯定会最多稀释的时间被正的最终的解脱，而且肯定不会投身至任何恶道。斯陀含萨哈德高勒麦格塞达，此是与八圣道相应而属于一海界之心，此心除任何结，但灭除了较粗欲欲对欲乐的欲求与甜慧，以达到此者最多只会回到人间一次即证的最终的解脱。阿那含道恩了 Magasita 以证第三道者将不会再次投身欲界，若这类人在今世不能证的阿罗汉果，他即会是投身到色界天，以及在其定的最终的解脱。阿那含不还道心除了与田会二劫永远的根除了两个田根心。阿罗汉道心，阿罗汉使已完全解脱者，他已破除烦恼敌而已。阿罗汉是要直接证的阿罗汉完全解脱的心，此心彻底断除了五个维系结及对色界生命之欲求、无色界生欲求、我慢、骄傲、吊举、无明。他也断除了剩余的不善心、四个邪见贪根根心以及一个吊举相应痴根心。果心 Follow， 每个道心会令道之相符的心自动的紧接着道心就在同一心路过程里升起，过后子进入果定时，果心即会连续升起许多次。如前所述，果心是属于果报的一派可塞的，应注意到世间是没有为作心的。这是为何当阿罗汉若定时，于该定中升起的是果报心，是出世间道之果。九诸心之总结。 This are Kusalan, even Kusalan of his society. Tractims, even Fipakani Christianicity. Katu Pavisada Kepanaras, I. Sit for the us, Arapiothat, Anakaritas.不善心十二，善心二十一，果心萨六，为二十，欲界五十四，色界心十五，无色界十二，出世间心八，结念九支注读说明，在两首
有记阿耨楼陀尊者总结他在阿弥达摩概要子所说的89种心。在第一首记他依诸心的本性 J type 而把它们分为类。12不善心 Adala。21善心 Gusala。36果报心 Vipaka。二座心 Kaya。后两类心皆归纳于无记 Abhi 即不造业，因为他们非善亦非不善。表一年五月一分89心，不善心心无记心，果报心为作心，欲界12八十三一界五五五，无色界444，出世间44，总之22、21、36、20。在第二首偈，他依心之地不迷，而把同样的九心分为另四类。五是欲界心 Kama Vikara。十色界心 Rupa Vikara。十二无色心 Arupa Vikara。八出世间心 Lokottara。如是，然诸心依时之目标之相而为一心，但依不同的条件则可分别为许多种。121心 Exovese Saturnini 30解说 It's a me computing Apadun Panamanasan Exovese Saturn Vyasava Genti Fikakana 如是种种心共有89智者再分别121节31 Kathami Kunan Vuitiv Pam Sikov Say Saturn Hoti 一 Vataka Fikara ET SUKH Akaja Sahitan Patamuchana SotoPati Magasatan 二 Vikara PT SUKH Ajit Sahitan Duti Uchana SotoPati Magasatan 三 SUKH Akajita Sahitan Tayuchana SotoPati Maga Satan 4 SUKH Akajita Sahitan Kajana Sotopati Maga Satan 5 APEC Akajita Sahitan Papmajana Sotopati Maga Sitap CA Titanion E money pap cup I sold patty, miss it. Turning on my Tatha Sakada Goma, Mega, Anagamega Arita, Magasitap CA Titani on some avis at a Magasitani Tatha Philasitan C.A. Titani on Samukutaliza Lotaratani Bhavanti Titani on 如何把分别为89种的下分别为念一种宜寻四喜乐一境性具出产具陀
还道心。二四喜乐一尽性具第二禅陀还道心。三喜乐一尽性具第三禅须陀还道心。四乐一尽性具第四禅须陀还道。五舍一尽性具第五禅须陀还道心。这五种名为须陀还道心。含道阿那与阿罗汉道亦如是，各有五种道心，如此即成二十种道心。同样的心亦有十种，因此共有四十出世间心。结三三十义之著读说明。悟道果的禅修者都因修慧而成就，此慧即是之见无常、苦、无我三相之旨。然而诸道果之见力的程度有所差别，不以禅那基础而修观禅的禅修者名为纯观者 Sukhavaka。这种人达到道果时，效果心与初禅相符。对于禅那为基础而修习禅的禅修止行者，当达到道果时，心与他们之前已证获的禅那相符。古代诸决定道果心与那一个禅那层次的因素不同的见解，有一派认为该因素是主禅那，即是在修观禅悟出世间道之前，作为令心专注的基础之禅那；二派认为道心属于那一个禅那次，是决定于作为观智标的禅那。禅那即所观之禅那，或所思维之禅那 samasthiti。第三派则认为，当禅修者已熟练于某些禅那时，他可依自己的意愿或倾向 achaya 决定该道属于那一个禅那层次。然而，无论是采取一种见解，亦不论是观行者或止行者，一切道心与果心都一种禅那心。如此是之，是因为他们是禅那一般完全投入的思维，其目亦由于他们的禅知之度与相符的世间禅那相等。道果出世间禅与世间几个方面有所不同。一、世间的目标是某种概念，如变相出世间禅目标是涅槃，即为究竟法。二、世间禅只是暂时正服烦恼，所以诸烦恼还是潜伏性的在。属于出世间禅的道，则已根除诸烦恼，令他们不会再升起。三、世间禅智投生到色界，因而言了生死轮回，属于出世间禅的道，则斩断把人仅缚于轮回之结，而导生死轮回。最终在世间禅里会次要于定，在出世间禅里会与的适当的平定，把心专注于无畏界，而会则知见四圣地之奥义。根据其禅之组合，道心与果心可依无的层分类。所以除了把世间
今列位四到四果八心亦可依照它们发于不同的那层次，而把每个道与果分别五种。如此分别之下，发出身心则成四十心，即三十二。结论：一横开个盘的那开可坑 ，to stay pap cut hot cat， and not iron system cattle safe than titanium ca。Butha say a rope to vacuum gay hate and not iron asa。Put my dick hand up hit the rope at the a pipe pap can。A K blunt hand has my put on my dick on my rhythm。You hand me cook him and stay this a to even hand bath。Saturday seventh and pop on the seventh and tessa pack on my CC Ahu certainly a cover say certain but hot titanium。 依禅之不同，每心分作五，故说无上心有四十种。至于色界心，依初禅等分，色界禅心归于第五禅。于是初禅等各说十一，最后第五禅则有二十三。善有三十七，果报五十二。是故至说一百念一心，结三十二支柱说明：无界心归位五禅，如前所说，无色禅有与第五色禅一样的两个禅支，因此被视为一种第五禅。如此，当禅修者以禅作为修习观禅的基础，所证悟的道心果心是属于第五禅出世间心。于初禅等各说十一种，从初禅至第四，每一禅都各有一个色界善心、果报心、为作心，一共三心，以及四个道心和四心，总共有一心。最后第五禅则有二十，在第五禅包括了第五色禅与四无色禅，所以各有五个善心、果报心、为作心，一共十五心，第八世间心，总共有二十三心。把出世善心、道心与果报心、果心各别为二十心，则得三十七善心与五十二果心。如此在心之概要理出心数目从八十九增至一百二十一。ITI up hit homo face and k he then go have a hey go no more put him parakido。阿达摩概要理名为心之概要，第一章至此完毕。